水平线上消失，夜幕洒下了它的大网，渐渐地包围了整个的大地。它靠在旁海的岩石上，浪花不断地冲击着岩石，也浸湿了它的衣裳。可是它像一株没有感觉的石膏像，任由海风吹乱了它长长的秀发。它仰望着夜的天幕，那上面有几颗寒星在闪烁着。它痴痴地仰望着，泪水涌上了它的眼眶。终于，那叫人回肠断气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地涌现在他的眼前。故事是发生在四季间夏，一语变成秋的岛国新加坡。在一间不知简陋但却充满着温馨的小屋子里，美丽的小燕靠在她丈夫的身旁，静静地欣赏着丈夫画画，脸上露出了满足而又幸福的微笑。江南，你也太辛苦了，为了这个家你日夜不停地工作画画，都是我累惨了你。哎，你快别这么说了，有你在我的身边，再苦也不算什么。可是为了我，
你成了家庭的叛徒，你竟然跟你爸爸闹翻了，而且你还离开了可怜的兰心，你情愿牺牲到国外学画的机会，你更放弃了你那富家子弟的生活，现在没有了金钱也没有地位，情愿跟着我过苦日子。江南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表达我对你的爱，还有我对你那份感激。江南，你太好了，你叫我该怎么说呢？少爷，傻女孩，你真是个傻女孩，爱你只因为是我爱你，我可以牺牲任何的一切，更不要提什么名誉了、金钱了、地位，那些在我来说都不是稀奇。可是还有兰心，她孤苦伶仃，而且有好多病，我知道她对你始终是一往情深的，我们这样做对她的打击是很大的呀。江南，有时候我半夜里做梦的时候都会觉得对不起她呢。你真是个好心肠的傻女孩，爱不是怜悯，爱也不能够施舍，我怎能够把爱情当作礼物的一样送给人呢？单方面的爱又怎能够有幸福呢？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嗯。小燕感激地靠近了江南，欢乐的泪珠在她眼中闪耀，她轻轻地唱起了一首幸福的歌。闲东闲西，终于克扣了他所应得的酬金。在现实比人强的境况下，倔强的艺术家也只好忍辱吞声，握着那微薄的酬金，
悻悻然地回到了家里。哎，江南，你怎么了？脸色又青又白的。气死人了！那刻薄的老板说我的话，这里不对，那命令不好，扣了我一大半的钱。哎，别提了。小燕，嗯，今天是你和我生活在一起所过的第一个生日。我本来想买点礼物来送给你，可是我又那么穷，这一点点钱，真抱歉。啊，江南，你要记住哦，爱不要说抱歉。嗯。江南自怨自艾的叹息难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那白发苍苍的父亲带着阴怒突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你这混账的东西，瞧你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摆在眼前的福你不会想，偏偏要跟着那个狐狸精来这里受罪，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。爸爸，你别说小燕，爸爸，你不了解他，
她就是个善良而又可爱的女孩，我爱她，她也爱我，我们没有错。孩子，回去吧，听爸爸的话，回去。只要你肯回心转意，以往的过错我都不再追究。我会送你到国外去学画，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。我回去可以，可是爸爸，你一定要承认小燕做你的儿媳妇。不行啊，办不到。兰兰才是我的好儿媳，她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，对你又那么的好，难道你的心肠是铁打的吗？爸爸，兰兰从小在我们家长大，我只是把她当作妹妹的看待。爸爸，请你不要逼我，爱情是不能够勉强的。糊涂的东西，你可得冷静的想想，兰兰是个清白人家的女儿，哪里像那个狐狸精？她爸爸是个赌鬼、酒鬼，她妈妈勾三搭四、不正不经，这样人家的女儿怎么能配做我的儿媳妇呢？别说了，爸爸，你别说了，那是他上一代的事情，和他没有关系啊。我爱他，我不计较他的出身呢、啊。你天赋。爸爸，你来了。谁是你爸爸？啊，你还有脸叫我爸爸？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。爸爸，蒋楠他在生病，请你不要刺激他。这是我家的事，不要你。都是你把我儿子带坏了，你这个狐狸精！哎呀，爸爸，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他呢？到现在你还帮着他讲话，你的前途都毁在他的手里，难道你自己还不清醒吗？你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。小叶，别哭了。你不是不知道我爸爸的脾气，他就是这样，请你不要怪他。将来我不会怪他老人家的。相信我，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，绝不会离开你的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将来。小燕哭倒在江南的怀里，她想起了一首哀怨的歌曲，这首歌曲正是她心情的写照。